凤凰你的身份证号报给我一下吧，你手放下一下，快点了，讲真的了，对啊，报真的了，对啊，你先跟我们去派出所，走，什么意思？走啦，走啦，这个是你，这个不是你，这不是我，那应该不是你，知道了，先压指纹就好了啦。好了。来，你卖照来，你声音点，三点啦，不差哦。好，等一下就是啊，0.5啊，0.6啊，叫三秒，三秒，我手都唔接咧啦，有。那个管道，人家跑啊，进去。哎，过，捅过来，哦。